稻后是芋泥麻薯。在一个平平无奇的下午，我点开了喜茶的小程序，没想到发现了这个超厚实芋泥麻薯。作为喜茶和芋头的重度爱好者，冲就完事儿了。紫米麻薯、芋头丁、芝士奶盖、奥利奥，从简介里的线索得到了结构图，不得不说这配料也太实在了。